欢迎来到影帝的公主收官电台，我是今天的播音员徐振熙。今天电台的主题是回忆。微臣暮云拜见公主，臣毕生所求便是让公主无忧无虑，高高在上，永远不要向任何人低头。公主这一跪，是将臣的一生跪进了土里。这世间众生，包括你我在内，都活在幻象里而不自知。而我只不过先各位一步醒来，发现自己并非是穆廷州。太傅只存在一代首辅，而穆廷州才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。能遇到好的剧本、好的角色，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，值得珍惜。永远要记住，戏比天大。我虽然演技一流，但是我在爱的人面前没有演技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很开心这段时间和大家一起追影帝的公主。可以在剧里演穆廷州和穆云两个角色，于我而言是一次挑战，也是一次突破。感谢你们陪着穆廷州和穆云一起度过这段时光。我是演员徐振熙，期待和你们下一部剧再见。